日用天梁，月年，月年复活期第七周星期二圣马蒂亚中途庆日。中途大事录，一章十五至十七节，二十至二十六节。有一天，伯多禄起来站在弟兄们中间说，当时在一起的众人大约共有一百二十名。诸位人人弟兄，圣神藉达味的口，关于领导逮捕耶稣的犹达斯所预言的经文，必须应验。他本来是我们中间的一位，分占了这职务的一份。原来在圣咏集上曾记载说，愿他的居所变成荒土，没有人在那里居住。又说，让人取去他的职位，所以必须从这些人中，即主耶稣在我们中间来往的所有时期内，常同我们在一起的人中，由约翰施洗起，直到耶稣从我们中被接去的日子止，由这些人中，应当有一个同我们一起作他复活的见证人。他们便提出了名叫巴尔撒巴，号称由斯托的约瑟和马蒂亚两个人。他们就祈祷说，主，你认识众人的心，求你指示这两个人中，你拣选了哪一个，使他取得这职务的地位，即中途的职位，因为犹达斯放弃了这职位，去了他自己的地方。他们给二人连扣，马蒂亚中了扣，就列入十一位中途之中。圣咏一百一十三篇一至八节。亚勒路亚，上主的仆人，请一齐赞颂，请一齐赞颂上主的圣名。愿上主的圣名受赞颂，从现今直到永远无穷，从太阳东升直到西倾。愿上主的圣名受赞颂。上主高越列国万邦，他的光荣凌驾穹苍，谁能相似上主我们的天主？他坐在苍天之上的最高处，他必会垂目下视，观看上天和下地，从尘埃里提拔弱小的人，由粪土中举扬穷苦的人，叫他与贵族的人共席，也与本国的皇后同位。约望福音十五章九至十七节。那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正如父爱了我，同样我也爱了你们，你们应存在我的爱内。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，便存在我的爱内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而存在他的爱内一样。我对你们讲论了这些事，为使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内，使你们的喜乐圆满无缺。这是我的命令，你们该彼此相爱，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。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，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。你们如果实行我所命令你们的，你们就是我的朋友。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他主人所做的事。我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凡由我父听来的一切，我都显示给你们了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派你们去结果实，去结尚存的果实。如此，你们因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必赐给你们。这就是我命令你们的，你们应该彼此相爱。圣经反省分享，中途大事录第一章第十五至十七节，二十至二十六节。摘录自中途大事录，讲述了马蒂亚被选来填补因犹达斯的背叛和死亡而留下的空缺。这发生在耶稣升天之后不久，但在五旬节圣神降临之前。马蒂亚可能是路加在他的福音书中提到的七十二个门徒之一，然后与其他十一个门徒一起承担了中途的职责，准确而完整地传递耶稣生平的信息，传述耶稣就是作为圣言降生成人的天主子，他的教导、受苦、死亡和复活的事件。
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圣传。当然，后来的教会生活而形成的传统成为教会生活的一部分，但不具有中途传统的地位。也许《约望福音》十五章第九至十七节记载了中途传统的核心，这是《约望福音》中为我们记录的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长篇讲话的一部分。耶稣说，正如父爱了我，同样我也爱了你们，你们应存在我的爱内。在希腊原文中，爱这个字是 agape， 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爱。它不是要去找紧对方，依恋着人的那种爱，相反的，这是一种惠及一切人的爱，无条件地去为他人的福祉着想。这是天父向耶稣发出的那种爱，也是耶稣向我们发出的爱。我们透过遵守耶稣的诫命而留在爱中，就像耶稣自己透过遵守天父的诫命而留在天父的爱中一样。事实上，诫命只有一条，而且这是耶稣所赐的诫命，叫他的门徒彼此相爱，正如耶稣爱了他们一样。整个福音，耶稣的全部教导都在那里。如果这就是我们对福音的全部了解，那就足够了。主耶稣的光荣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十字架，以及他为我们甘愿牺牲的生命。在十字架上，天主彰显了他对罪人的大爱，以及耶稣救赎牺牲的力量，消除了罪债，扭转了我们定罪的咒诅。罗马书八章第一节，耶稣透过服从并愿意为我们走上十字架，将至高无上的尊崇和光荣献给了天父。在维护光荣之战中，最大的光荣不是属于那些战斗并幸存下来的人，而是属于那些为弟兄献出自己生命的崇高的牺牲者。主耶稣为了我们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，耶稣的牺牲死亡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生命，这就是天主希望与我们每个人分享的平安与喜乐的丰盛生命。没有什么比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更能证明天主对世上每一个人的爱了。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爱的方式，一种仁慈、牺牲和无限慷慨的爱。拥有永生就是在我们里面有天主的生命。当我们拥有永生时，我们此时此地就能体验到天主与我们分享的威严、光荣和圣洁。藉着圣神的恩赐和工作，天主使我们充满了他的平安、喜乐和慈爱的丰盛果子。主耶稣，我至爱的主，求你吸引、扣紧和捉住我的心，将我永远与你的圣心结合在一起。你创造了我成为属于你的，让我和你合而为一。将我这微小的生命的水滴被吸纳到你的至善的海洋中，因为我是来自你的。阿们。